如果二阶行列式等于四，求三阶行列式等于多少？我们先将二阶行列式的 a 求出来，8a 减12等于4，所以 a 等于2，好，把它带回去，好，原来的三阶行列式变成3 3 5 4 4 1 2 1 4，好，把它乘开来，48加20加6减掉40减48减3，所以答案等于负17，所以这一题三阶行列式答案是负17。